小白仓你要是不是？你要马上过来是不是？什么东西他要？小白仓。要。北秋跟春家高高五。北秋啊，高高五哦。高高五。白仓后面还有，那你就过来拿，然后他再来交给你。他要多少？像不像呀？今麦要过来。不过来，真不过来哦。等你过来。卢比等你过来哦。你是卢比吧？卢比哦，对啊，卢比啊，你那七三哦，七三哦，冇得啦 ，OK， 你六七三卢比叫，我咱店面里嘛叫卢比，我知啊，是哦，啊，自己造，咱店面里嘛叫卢比，不搞啲咩嘢哦，一个酒精红酒都卢比，都十卢米，冇呀，谁的？帮你盖，做你帮我盖你未少只很难，即摆嚟啊！即唔代表一种，代表一种英雄嘅国民。一百九种可以啊？系啊，差不多。冇可能，差不多在对面。哎呀，好，我叫头家用。你不要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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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啊，即摆何必无啊？伊在八卦山。这个买起来，买起来。你要来放心啊，来台上放心啊。你本来心情没有很好，现在心情变好喝了，心情变好了，因为我买东西，对不对？好，干货呀。现在吃的装备了吧？好，到你了。刚看了约十天，那你还没，你十天还有的救吗？十天还有的救。十天还可以休息，休息个三天没饭，还可以拉回来。你看超过一个月就可能就没有救了。拜拜，多少钱？卖完了。三样可以搬，五百了。回去，爱就找一半啦。五百块了，你还几要吃这样？什么玩意？还有加料？小心了，小心了。不好吧，好吧，真系。你去，丢丢丢丢。你只五只五百块哦，冇你只五只两百哦。一个到六，什么价嘢？我算下来，存到面那里俩，到面咧。走咯，走咯，走咯，不要那么轻快。你们有人爱无啊？厉害，好厉害！这电脑好厉害，另外还有台流影，这电脑的厉害。来台啦，啊，个台不够钱，个台你们就钱没钱，钱也没钱。你啊，你外口食，你外口红啊，你啊外口来台一百八去啊。诶，嘉义酒店办好像是要收尾了。嘉义，嘉义酒店办是要收尾了。我办，准备我办，准备我办，这样没位，停留了，停工了。我留了。那有些你去家，你不吃你去，别提来，别提，有人偏见就不要去了，更不要去了。那边有领导。我呀，没你讲得好，我你平日都变肥肉了，别讲肥了。哎呦，麦变肥肉啦，我只好麦变肥肉。你肥肉，你来，你还讲我，我无你肥，你肥六十嘞，我今天肥六十，你等你见啊。你要讲啥哟？讲得好，好，好。哦，加了加几多啦？你就是笑话啦，别讲我是变肥肉啦。但我只会买两张的，好，我只会买两张的。这个几块？那个，比如这个，这个三百。来。好。那个什么？哎，我的不会过去有没有？八十二。好了，如果你要来这边买这种东西的话，最好去买那个掀盖式的。那你要直立式的还是掀盖式的都可以。哦，这边买的东西全部丢到冷冻库里面，那接下来你就是，剩下就只要买菜就好了，你就不用再去菜市场。现在就来进，再进，再进来就啊。明明都没期待的惠子姐姐，白痴！对，你先挂。老板，七把，你就买东西回去以后，你就是偶尔去买个买几把菜，好，其他都不需要了。今天怎么样？必须，直立式的是比较方便，但是直立式的比较。容量比较没那么大，它掀盖式的会放比较多，只是在找东西会比较麻烦。都可以啦。我刚在黑布啊，没完啦，还懂。
该我的啦。是我的啊。嘿。嘿，我给阮大囝食的啦。嘿。来，哎，遐嘞，遐嘞，哦，这有，这哦，遐。我冇买过，亲爱还真，亲爱的我，这款对吧？亲爱的，亲爱的会做几次？啊，好棒！进来啊，从这边进来，不收啊，为什么？这不这？为啥？这是那草鞋啊？我这边啊，这样。八个，八个了，八个不要。你不是在捷沙巴吗？不要，没那么多。我不是开玩笑了，你真的要有一个专门在冰的空那个掀盖式的会比较方便。如果你要每天都煮的话，你可以买掀盖式的。来，豆林家，我现在回去就是肚子饿，我就掀盖我家的那掀盖式冰箱，里面看看有什么东西啊。看是要煮的，用烤箱的，随便拿几个，随便拿几个出来弄一弄就好。能吃啊。搁有这贡丸、鸭肉丸、飞机丸，拢一百块。哎呦！我帮你盖。来，五百块，来。来，好，谢谢。一二三四，谢谢。你刚才留言那个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来哦，进来哦，春姐哦。好啦。这个呀。多少钱？五百啊。没有来的。昨天有人去问龙王卖哪里卖冷冻柜，是哦。五年的乌鱼子，乌，那应该味道很够。来，春哥，好，干啥？不要修啊！那个花枝丸大把的涨。四百五吧。四百的啊。对啊，你都讲不掉哟，他给我得了给。本来四百五吧。好喝。今开始不行。他这个照出来啊。应该是讲唔对啊，我都差不多。第四百了。你今麦是四百五。哎，开始。你红包是多少？五千哦，三千四百。计啊，他计还袂出来哦，再六七十就要量啦。计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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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计黑莓桃白马，黑莓桃，竟然是小平在负责帮他清摊，我帮，他帮我帮。喝酒。哎，你还有什么？喝这样，这沙发。几台沙发？哎呀。啊，这样。
他有要来打对不对？那个白山啊。对啊。他还没来吗？还没。对啊，差不多明天还上，准备到明天。这个是多少？到底唔知啊，我嘛唔知几多，就四三百。卵丝，这卵丝哦，这个是卵丝哦。那个，它是因为剩这一尾，大概这么大。这是卵丝哦，它其实它是因为缩起来的。这个大，它是卵丝哦，它一盘多少？200。哦。干嘛？三千是啥？这个剩这一尾。老板为什么不穿防水围裤？他不习惯。那这个衣服是专门来卖鱼的，就去让他换掉。然后他们。洗他们这个卖鱼的衣服会有另外一台另外一台洗衣机，其实就是他们家有两台洗衣机，一个是洗他们自己的一般的衣服，另外一个洗衣机是洗他们卖鱼的衣服。大包的八十碗400块，再七吧，你把我这包呀，你买三边这包呀，还是广包呀，再七吧，广包更小了，来，谢谢。这个一个多少？我爸。我爸。嗯。这挺大的，它是重量是一样的，就是大小是这样子。对，都是这样。这爸爸。我爸。来吧。没有留错鱼啊？没有。对啊，不是有鲑鱼给你吗？对，北区拿鳕鱼给你哦、喔。那边是有鲑鱼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肯定要压啦。为什么？那拿鳕鱼给他，他叫鲑鱼耶。那鲑鱼是谁的？就是那一个啊。鲑鱼几天呢？他不是买鲑鱼。他拿鲑鱼，他手上拿的是鳕鱼，拿不？他都要回来。他。没有，没有，走吧，走吧。你有办法再过来吗，孔师傅？你的鲑鱼在左手边这边。孔师傅啊，在这里。还是他在哪里？我拿去给他。我下班拿去给他。他要跟你约时间。就是我下班的时候啊。那跟你他现在。如果他没办法过来的话，不管怎么办。现在小平在跟你约时间，把这个鲑鱼拿给你。就是等一下，要等一下了。这是我家下班的时候，我没办法拼啊，我没有。那等一下，下班的时候跟你约时间 ，OK 吗？我看一下那边，看一下讲话。小平要帮你送，小平要拿给你，跟你约一个比较刚好的地点。
就剩桌面这边，看你要什么。有没有白汤？有没有白汤？没有熟了。他们几块钱？他不在这个。卢比，那个你那个白汤有没有来拿？还是你来拿过了？准到人家后面生意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收起来喽，卢比。叫伊出来，叫伊出来，叫伊出来。四月没有开吧？礼拜是公关节。对，阿哥你阿伯你办起来的，伊讲伊讲不看到你想讲，伊讲甲我问讲，哪能不看到你啦？我今日来找你。啊，好，这个，你要坐哈？好来。我想讲伊，伊讲奇怪，哪拢无，拢你拢无来啊？我讲我嘛唔知影啊，哦，伊即摆拢办起来尔啦。嘿，我想讲奇怪，你拢无来。喂，你讲咩？手机过呀？我给你一千个。一千个是吧？是吧？一千，是吧？是吧？是吧？哎。哎呀！哎。哦。你过来了。哎呀，刚刚没下来呀，刚刚在这儿呢，你在弄什么行？没关系，广媳妇，你有听到我跟你讲吗？小平好像要跟你约时间了，对不对？我晚上八点半，你包？啊，八点半。哎，八点半，好，我晚上八点给你包呀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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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还有 Ruby， 你那个白汤来了吗 ？Ruby， 还有就是你啊，哦，你白汤来了啊？你叫那个 Ruby 来的啊 ？Ruby 那个。哎，等下嘛，这边走。是有招。啊，第一。没有，没修啊。没修，哎，还有来吗？有啊，没修会啊，没到这边，没有啊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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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你啊，你一是摕鲑鱼，一千块的鲑鱼，啊，摕几十条去拍鱼去涮鱼。啊不嘞，啊，今麦好，今麦人都伊袂记啊，佮本来小明讲要介约时间钓鱼啊。一段时钓，一段时，段时间钓鱼呢，一只我厝啦，啊，一只就聊天啊。啊，今麦伊今麦无回，我今麦唔知咩介意。啊，无就先摕到，介绍。我跟正好来，快乐流浪爱做鱼嘅，人来讲看看。哎，伊要敲电话互你啦。啊！孔师傅要打电话给你啦。你现在打给他，现在打给他，你现在打给他。哎，看两只鸡，我一只，我一只，我看你有零七几哦，两只鸡在点东西。那另外一只他没有带来，他这个是另外一只。你要孔师傅，你现在要怎样？我直接跟他讲。快快快！最红的了，红的也能办。快快快！我跟你讲，快！如果水不流，也钱乱啦。
不能了，行了，啊，你看出来，哎，镜头提我紧啊，我不会掉。很多鳕鱼就留着这样子。鳕鱼啊，我最近老钓起来呀，啊，这个没钓。鳕鱼就给你，就不处理了。鳕鱼就今天就你拿去吃就好了，然后鲑鱼下次再拿给你。下吧，可以啊，都是你要两只。不会的，这样这里不会。两百。不会啊，我。啊，鞋啊，拄我着讲600，啊，迄个卖400，挂400。哎，你过来无？你过来无？迄个挂是200。哦。这个啊，我讲。200。我阿上卖400几啊咩？好，好，拜拜。这块是多少？这是诶，大棒。我买黑货啦。对啊，那对花枝才1300。要几名？这里1000啊！哦，另外因为太多了，像还是你可以买，你要买3600的，啊，3500的，买3片可以，太多了，对，还要卖，那没办法卖一片的。好了，等一下，到了，我师傅，你有听到吗？那个吸血鱼，你先。拿去吃，然后下次来他再退你那个鲑鱼的钱 ，OK 吗？这个鳕鱼就，要是用你接啊，你我这吃到天啊，就不好意思，就那你就拿回去吃就好了。然后鲑鱼一千块再退你。我讲几年过了给你啊。我嘞啊，钓死啊，你啊！我爸了，我有了你。加一场观众。三百了，给你了，我给你了。这三百了，三百你等哦，啊，幺零。哎呀，这三百了，哎呦，哟，不会，不会，不会。他那个大包我包不会，还是你讲我小心的。你没钱了，后边我退啊。另外一支电话，他现在。那另外一支电话现在没有带来，那是那一支0968，那支电话没有带来。那这个是另外一支。孔师傅，那个，那个鳕鱼就你就留着就好了，然后鲑鱼他下次再，鲑鱼是下次再拿，或是再退你钱这样子。三百两，嗯，是三百两的锅巴。刚才拿过，这里在。哎，三百，星期天你在吗？星期天你，哎，这边，星期天丰原他没有过来哦。星期天是阿 Ben 哦。星期六要去八卦山，好，星期六来八卦山，你再跟他抢。哎呀，算这算正呀，啊贵我看几贵就对啊，看几块贵就对啊，看几块就对啊。听得到吗？礼拜六你再跟他瞧。没了。再跟你瞧。我保留了，我保留了。陈先生早。我后娘，我知啊。那个你等多少？我保留了。好。你个地了，你个地还跟土的似的。OK。礼拜六，礼拜六你再过来。哎呀，要去八卦山。哎，那个贵呀，那没。行。那贵行。Hello， 先帮我按到300个赞哦，先帮我按到300个赞，快点快点。哎，那对呀。哎，那你那盘在家？少一条。再摆800，你不摆，哎不，要我把价格问你不摆，300就三百就更贵呢。还是卢先生你要？我没有。你不要我把鸡跟你喂你还跟你300两，跟300两。我放鸡给你听啦，刚才那500，这个少一尾300给你啦。300，对吧？对啦。阿姐，冷冻凤凰。500。哎，你500听。500。好，等你好来。你遐三百块呀？我来，我行。Hello， 我会使去搬，甲去搬500无？不带啦，不带啦，都无。带啥？袂少个啦，无啦，你三百多啊？你这些，你这个是公司的呀？啊，
下面你拢平价。哦，这几开始搞这个。从旁边拍可以看到客人互动的感觉。我一开始是从旁边拍，然后一堆人就跟我说要从中间拍。啊，中间拍比较困难，中间拍的要花比较多钱。干嘛？啊，我那一盘好了，我可以跟他对话。我在旁边拍，他会不习惯。我在旁边拍，他会不习惯。他没有人跟他对话。哥，你能不能？用。哎呀，我是讲要爱过熟的，伊都无啊。看比较少的，看比较久的客人就知道我们一开始是从旁边拍。那两年前我们从旁边拍的。从旁边拍大家都喜欢的。三百，三百。对，你买停车位这里啊？这怎么？你买几家了？你本钱买不下来是吧？妹妹，那个你买啊？三百，这个怎么卖，小姐？300哦，300，300，好一份啊！来，加几分？加什么？加这个。来，300块。哎，大色啊！你卖我偌济啦？我有买这青的，哎，大色。你可以去看两年，套年期啊。高雄没有，2020年，你爸啥地？你慢慢来。我比如卖400，盘大盘啊，还大买啊。两个人家再买200。200好不好？你这盘再买，你算你200就好，好吗？好不好？我讲送我见过多。我一样多的。两年前四月，他那哎，这个怎么卖啊？两瓜，两瓜，哎呦，还这样？没这样，三万。这是新鲜吗？你这是有泡那个药水的吗？没有的啦，没有钱买药水啦。哎，对，说得好。对啊。那我这几米到底有没有水？这样补你的哦，来，我帮。这样补你的。好像太多了。不要啊，你回去之后你就把它分一小包一小包，冰在那个冷冻就好了。对啊，你改分这几包几包就好啦。啊！你的签名照了。还在考虑。喜欢加多少块？不一样，你给淘宝，你考虑。加300。哎，300块。淘宝我们可撸啊，对面家该可撸啊，淘宝的。我们的，你淘宝干的可撸？我都可给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很赶快。快下就听我说，我跟你们讲啊，这个手炒虾很好吃。这个手炒虾很好吃。这个手炒虾我那天有吃。那已经调味过了。点的。然后那天有人来买过。一盒啊，一盒的分量。他去外面吃要1000块。然后所以他就买了4盒。四盒啊，就算他1000多一点吧。就是外面买，外面吃1000块，吃到的只有1/4的分量。200。还有一个，我买一盒，200。下次可以买来试试看手炒虾，那个是。他那个姓侯最少的，姓侯最少。就是这个。两百。
真的十点呢，人家十点呢。对吧？今日安尼晒啊，干咩忙啊？吼。你玩啦，放玩啦，阿哥再给你两只包鱼，爸爸。今日安尼晒啊，吼。谁来？哎，家己也好去哦，家己啊。哦，是啊。是啊。家己的人客，我差不多一点半就差不多要到厝啊。这么快回来？对啊。对啊，卖不完啦，卖完。卖不完啦啦。啊。要去真好命，不要去中风啊。我好，我若要出几只命，我看一个月命出去，我不得，我真个，我到来我回来回中风啊。你先开始啊！我等，我等下去。好，那我准备休息了，我准备倒数计时，今天就到这边了。OK， 好像有点低语耶，太好了，现在才低语。倒数计时，五、哦，准备好运啦，今麦该低号啦。是下大雨啦，今天落来啦。三，真的下雨了，真的下雨了。啊，突然下雨，现在才下雨，太好了。一，拜拜，波波，拜拜。